航天员的职业训练是艰苦而困难的脑力和体力工作，有人称其为严格的、残酷的培训。航天员把训练看成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阶段，因为他们就是凭借训练来培养执行航天计划的能力。为培养航天员勇敢、沉着、坚强、果断等良好心理素质，需要经常安排航空飞行训练、跳伞训练、野外生存与救生训练等等。